说出真相，却突然被所有人的诺。我被告知那规则必须遵守，绝对不能打破，犯规的人却能得到更多。费尽心机去争夺为一个虚拟的宝座，那么天真却被说成心机太多，预设程序太单薄，抵不过人性的难测，更不会颠倒黑白。能不能给我画一点眼线，我也是锋利的光剑。能不能给我抹一点可怕，是模糊清楚的轮廓。能不能将我心照不宣过，你在下隐藏的规则，在海的云散也散不出那无数模样的让我看一遍小说，学习一遍。